不知余味，忘了曾经依赖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。我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谢谢。他坚持要唱完了，不肯放过我们。可是你很早就让他过了，因为他刚进入到破音。哦，破音也可以过吗？因为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。你是不是人啊？不是，因为他声音算是还蛮扁，然后又就是很复杂的一种。所以你刚才几乎要破吗？第一个高音拉上去的时候，应该是还好。你有办法再高一点，然后破掉给 S 听吗？可能，所以我是故意要破掉吗？就是 S 要听破掉，加油，加油，再更高的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太过了。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。再深，再深，再深。老师直接深那个能唱做节目。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生乐。等一下，这过了吗？这超精彩，完全没有唱在这个音上面啊。过了。你这个人太精彩了吧！你完全在大走音哎，你表现得太好了。我走音了。你是故意的还是？叫你走音吗？还是说老师现在下音乐，你再跟跟看，我看你是什么问题好不好？我要。我的会。他真的抓不到音。太紧张，太紧张。你怎么会参加星光大道啊？对不起。而且还进入20强哎。而且你还让他过，这才比较奇怪。进来的是很有卖点，可是星光大道如果在比赛的时候这样就完蛋了。选歌错误了，有没有比较拿手的歌啊？等待可以不是拿手的歌。 OK 现在是在跟自我对话吗？等你说爱 I only want to be your friend、做个朋友。所以他适合清唱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喜欢他刚才第一段哎。真的、哦，以后遇到 S 的时候，可能要走那个路线了。刚才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。可遇不可求，真的太棒了。不好意思了，恭喜你过了，请坐吧。他曾经要出片，宝宝。对。公司设定是喝杜林路线。我要听一句你唱歌。我也要听。张学友《吻别》。杨哥。你笑太早了，你很过分。清唱一下你的主打歌吗？好，我这里面有自己的一首创作，叫做《到底爱怎么》。朋友，我们只听一句哦。可不可以半首啊？两句。到底爱怎么了？我呀。怎么了？我并不知道，我只是一直习惯为爱付出。第二次比较正常，对不对？可不，这段剪掉。好，红色门背后的选手。好的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，口红戴在桌角，而你我找不到。若角色对调，你说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嗓门好大哦，吼出来的。是他？你刚刚有担心他要破音吗？
有一点，可是他把它转化成是那种嘶吼的声音，被他逃过哎。啊，一二三，哎，帮我推一下，这很重。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小鹿，小鹿有来过我们节目。你刚才背后大吼大叫的，对，稍微喊了一下，是不是不吼的话会破音？有可能，因为我现在有点紧。因为你叫 S 热爱听到破音，真的假的 ？Bonus 一下 ，bonus 一下，破音，破一个吗？哇！可是我要自然的、刻意的就不用，要很高哎。好啊，你挑战看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啊，好的。破音就专访。这个好，所以平常喜欢做什么样的休闲活动？不想睡。你在唱哪一个？可以教一下吗？声音换假音。要我就唱一句是吗？对。不想睡，我要陪你一整夜。对，你再一次。不想睡。哎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耶！听久了就知道是 key 走。开心啊！慢慢再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加油，加油。不想睡。真法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现在好像都有一些事件在身上哎。你说谁？秀丁、秀琴啦，吴佩珊啦，阿 Ben 啦，你怎么会愿意来啊？你是吃定我们就是不会，结果出来赚钱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怜啊！为了五奖就唯一，少都来这一套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对林秀琴好一点呢，我们可以整集都不要让她讲话，因为她说。他医生已经讲，他说话说太多，声音都沙哑了。这首歌很适合哎，跟着唱，跟着唱，我听。这首歌。昨夜我洒下泪珠。我现在不能唱啊。我要听你多沙哑哦。就还蛮。不然来一首《榕树下》嘛。可以哦，这个。没有，你唱一个你哪首歌，我看看你现在沙哑到什么程度啊。你照你自己的 key。听海哭的声音。key 变好低哦。叹息着谁又飞上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哦，没了，后面没了，对啊，上不去。啊，你以前 key 多高？对啊，蛮高的。你以前应该不行，他升 key 了，跟一句，跟一句，跟一句。听海哭的声音。整集都不用他讲话，可不可以让你休息？小丑，小丑，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。破音，我很开心，非常好，我就是要听这个。